value 是什么？value 也是 bin definition。那问题来了，是 bin definition 本身吗？不是，它是个引用，也就是它里面存的这个 bin definition 它是一个引用，所以说你算下来其实花费也不那么大。所以，哎，对呀，学到最后你们会发觉啊，学到最后你们发觉其实啊，这个计算机的背后是数学，数学的背后是数论，数论的背后是哲学，哲学的背后是神学，哈，最后你就变成神了，好吧？然后你就超神了，你就可以出家了。OK，然后我们继续啊，来，那我再来个 map 来保存一下，行不行？OK，那还行吧，是吧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来个这个 map？那我 map 里面是不是有个 class？那我有个 class，我还有个 bin definition，可不可以？啊，这个是这么打的吗？啊，这个咱们认真听课啊，不要提头啊，这个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匹配类型。问题来了啊，哎，我你们好吧，啊，灯看不清啊。bin defni，我咋感觉不对呢？是这样吗？不要纠结这个啊，浪费时间啊！不要纠结这个字母本身了啊。OK，来，我就问你们啊，这个是拿空间换时间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往下，我们就往下。那问题来了，我这个是不是得注入这个过程？OK，那我就问你啊，比如说这一个过程。这里就是 AOC 的细节了，这里就是创对象 OBG 的细节。那问题来了，有没有一种情况能够让我在创 OBG 之前和之后发生点事情呢？人们就想，有啊，然后呢就给你弄了一个一堆东西。来看啊，给你们看看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呢就从这给你弄了一堆。然后呢，一堆，然后呢，进去之前有一堆啊，进去之后还有一堆，然后呢，就变成串香了。AOP 吗？啊，这可不是 AOP 啊，这不是 AOP 啊，你们千万得记住啊，这毛 AOP 啊，这个是。就是说啥呢？就是说了，我能够让你在干某件事之前先经过一些门，然后出来之后再给你再经过一些门，那这些门叫什么？叫做 processor。进去之前，进去之后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实例化对象？这是不是实例化对象的逻辑？懂了吗？对吧？这个懂吧？就我能够让你在创建对象之前干点什么事儿，然后创建对象完之后，我还能让你干点啥事儿？好，这个是 Spring 自己想的，因为它要对面向什么呢？它要面向扩展性。你们一定脑袋里面记住一个三个字，这个扩展性三个字，啊，就是扩展这个性三个字，一定要记住扩展性三个字。一切的东西都以这三个字为核心，所以说人们就想，我不能说是我拿过来之后，哎，你就有这么个东西，我只能创对象是吗？那我想扩展怎么扩展？你有扩展性吗？那何不如我六对象，我六出来，我还能对那个对象进行处理，或者我自己写个工厂模式，我还能进行处理。所以说，考虑扩展性，是不是就在做之前干点事儿，做之后再干点事儿？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创建对象的过程，好，那么容器自己有什么过程？你想，容器是不是也有个初始化过程？你想想，我这些 bin 定义信息是在哪？我这些 bin 定义信息是不是在这？好，然后我就举两个方面啊，一个是有可能在插面，我跟你说，啊，有可能是在long 中。那到底在哪个地方啊？怎么办？然后人们就想，Spring 的那个设计者，如果是你，你们会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抽象啊。那人们就想啊，来抽呗，那这有一个接口。
来，我给你们逻辑推理啊。来，我抽出一个接口，每个接口实现自己不同的逻辑。我 spring 是不是调这个接口就行？这是不是独立项？你想想，这是不是就把并定义读出来了？然后保存在这儿，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？并信息，这并 data 的 message 呢？中国式翻译了。好，并 data 里面有什么信息 ？ID 是什么？类是什么？圈套属性是什么？是构造注入吗？还是啥？它名称是个啥？它是单例的吗？是多例的吗？它 init 方法是什么 ？destroy 方法是什么？懂吗？这个是不？这是不个流程？注入到这里来之后，人们就在想啊，我拿到这个之后是不是要实例化？来往下啊。然后第二步，这是第一步，这是第二步，然后就要开始实例化。这只是病的一些信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把它实例化，哎，然后我可以有多个 map 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我就进行实例化了。这一步就是实例化。折腾了啊，这是第一步，这是第二步，完事了吗？是不完事了？然后这一步就会到这边呢，这一步看这个原量子啊啊，今年这好像原量子挺火的呀、啊，今年好像走到哪都有这个啊，这就有这种颜色啊，我感觉好像。刷抖音刷皮皮虾还刷啥，反正经常就会出现这种颜色啊。我感觉这种颜色其实挺好看的，还行吧，是不是啊？来开始啊，记住了三个字，扩展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扩展性在哪，这算不算个扩展性？我可以自定义读取不同来源的信息。OK， 这是不是扩展性？我可以让它在实例化之前和实例化之后做点事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不是也不扩展性？那人们就想，我还有没有一个新的扩展性信息？我可不可以再多一点扩展性信息？怎么办？我可以在这儿做一层。我在这儿再动一个 post processor 一堆列怎么办？我在实例化之前，我允许用户去给我把信息填到这里边，而不是我去读。想想，想想这个逻辑，这是不是逻辑推理？一切都在不言中，都是以什么？以逻辑推理来做，这是不是逻辑推理？想想。是吧？有问题吗？听得懂吗？有问题吗？